还真没有。那我只要你们有做什么就好办了。对对，这是一条的是吧？一整条的，对，一整条。比我们看那个样品的话要宽很多哦，这种宽很多。哎，往前面拍。我们产品刚刚你就看到了，这个电条加踢脚板加脚，这个是三大主要的产品，其余的就是相关的配件，小配件的哦。对，比方说配踢脚板的转角，平接什么的玩意，这些都是配件嘛。配脚的卡尺，然后一些别的配件嘛，都是相关的配件，这个就是大的产品，踢脚线，对，调节脚，加电条，然后这就是三个最大的条目。就是应该等他签，应该可以吗？这个应该等得到。这个很厚，很牢固的。很厚。是很厚的。十种规格啊，对，都是垫那个台面的是吧？对对对，不同的规格，小的大的，这个是比较大一点的。我还真不知道它用了哪里。后面到时候发一个示意图给你看一下。可以了。